难道一定要他来叫大家抗议吗？别人不会带头吗？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别人没有带头，每个人都至少门前雪。好啊，这边就是泰鲁格族，你泰鲁格族都不提泰鲁格族怎么办呢？啊，那就算了。所以每次一炸啊，就害怕。那现在哈，我看现在我们回去有点看不到，他在泰鲁格大桥，就是应该这样讲。